哪里去？哇，好亮啊！然后没事，哇、哦！跟小孩子玩的都一样。看到什么？他在龙目岛上面的，哇，这新盖的渣有很大耶，在我们后面那里，那外面全都是围墙，一个巨马。十字墙、金属墙，好了，要炸死人在外面。会是什么？没有，在什么位置？哦，有看到。超凉，去敲他的家。没有，我没有看他，就是我看看他里面炸里面什么东西可偷。我都没炭哦。这为什么我有经验炸成？
哦，要在他前面出现吗？还是不要？好，我在。哎、欸，我在里面狙击他，麻他。你是没穿衣服那个对吧？哎、欸，那个马唱是那个泡沫性还是极限的？那麻醉药的方式。你追他干嘛？打中，他晕大吗？他记得身上没什么啊，去看，去看他家有什么，可以过去了。哦，他的龙里面那只龙是主动的，没差，看看他好了，再看一下。没差，你再看吧，反正。看，这那斧头啃你，你一百二你就他没跑，不够你跑了，他一百你就会赢了。好可怜，我没有看到。你开往前跑，就是开，只有无视录下来，往后面看。啊！你身上没什么？你身上没什么？怕他过来打我，这里决定的是上面什么没有的啊，给他麻药。我的路，他这个麻药应该好。他的95水泥啊，是你的吗？好吧，他重量250。反正他快起来135100。好、哦。
先飞起来，免费积极。你咋对？那然后我再躲在丛林那边，再看他在干嘛。<笑>是，我就是看他要干嘛。 你到了吗？他这边旁的树，这是石的位置那边。看个死了，有个树那边，我没看到，我在河的另外一边，湖边那边。对对，他爬出来了。 对，可以看到他吗？你在哪里？没看到你。我只看到他，没有看到你啊。哈哈，又被打中。 死！<笑>不是很扯，对吧？<笑>你不要，他的上级里面有什么？还是打醉马把他围住？ 我录下来啊！<笑>救啊！救啊！<笑>他把门关掉了，因为趁机会跑进去啊！ 你是按键跟他讲话，用力键跟他讲啊，应该是吧。 他这样子的话，他会能打开你的装备吗？ 把门敲掉，去！炸！酷的，好，我们从边门上去。
这里不是木头吗？哎，掉了，我把它做了。You are the worst。里面好多肚肚的哦。Yeah。这里为什么 IG 的肥料上啊、哦？它是 IG 变种出来的吗？不是吧？我说它是 IG。这里是 IG 的本模式。还是我们抓了只喂什么上起龙给他玩。你看到他吗？放什么？里面是30人的复制龙。木头都10000血，怎么打？散弹枪打木头没伤害。他睡袋，你盖再盖这太明显了，我盖另外一边嘛，在山坡上面，然后突然他跑出来要走。哎，不是，我没看到，没看到。我啊，对啊，那个龙有吗？你在什么方向？我在你左手边那个巨马这边旁尽头的位置。哎，苍草一点好不好？真一点。都在草里面嘛，草里面看到你了。可是他会在另外一边出来，没看到嘞。看到你听到吗？听到他吹啊？对，我看打字。你们看看他打字，他打什么？看到？
他说是狼群的，对啊，这就进来对吧？哦，他这个位置有看到，有看到。没有啊，他躲在那个墙壁的那个房那个什么鬼，有没有看到打字？不是，等一下，我想先把东西放好，不打字我怎么办？北放，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飞到哪里。empty 就是那个空的，怎么敲门呢？我没有办法敲门。他这还开密码？你爬上来，爬上来，就不会被人打字。我是说爱我和平，他说我爱你干嘛？要他进来吗？进来我们部落吗？老外可是老外不行。哎，那我们肚脐矿洞那个埃及那边机舱还没动啊？要用啊？我们毒气矿洞的 IG 的机舱没有动啊，那你要把我的龙叫过来吧，吹过来啊，终于听到了。起来了 ，Hello， 好。熊啊！放过他吧，不要搞那么久没用，那没嘴可以。哎，被鸡呀！信号枪，对吧？没办法解啊，就是你又你。
中。笑啊！怎么可笑、啊？哇、啊，瑞士过了，荷兰过来，荷兰。我干嘛、啊？醒过来，要是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装备都没有了，都不是我的错。然后这个不认识，还有他帮我们清空了袋子，非常好。